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 FCU Easy Test 解题。目前解说的部分是阅读测验第一回 Part 5 Incomplete Sentence 的第22题。那第22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边有 not 什么什么什么 but 什么什么，因此对等OK， 连接两对等的名词，也就是说 an easy book to read， 还有后面 one 的时候，这边空格要填入关系代名词 that， 或者你可以用 which 来引导形容词子句，然后修饰它的主词先行词 one， 所以这边的答案是 aThat， 那原句也可以改写成 The handbook is not an easy book to read, but a book that is very useful. 可以用连接词 but， 因此根据上述 ，A 是我们的正确答案。以上为本题讲解，谢谢。